Hello， 各位学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 Man。今天来玩这款游戏呢，叫做《瘟疫传说：无罪》。哦，有没有看到这个游戏画面？看了应该会让人感到鸡皮疙瘩吧？哦，这个为什么叫《瘟疫传说》呢？哦，顾名思义就是呢，这些老鼠这个鼠瘟啊，造成了这个算是他们这个游戏里面的世界啊一个威胁。然后呢，这游戏的故事背景架构好像是在中世纪吧，那里面其中应该还包含了一些战争或者是一些宗教的迫害之类的。那我们在这里面呢，好像是扮演一对姐弟哦，然后呢要想办法在这从中里面做个生存，那就是可能会一方面会有鼠疫的迫害啊，宗教迫害，战争迫害。哦，导致我们就是妻离子散，你不用这样形容呵呵。哦，反正就是这个游戏呢，应该玩起来会不错吧？那这在Steam上面是要钱的哈、哦，然后好像也有很多人期待很久了。哦，然后这什么选择你家族的徽章有没有？这就是我女主角嘛，然后这个是我的弟弟，搞不好是我儿子，我也不知道这个游戏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哦。那这个选择家族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哦，其实我就没差吧，我就选一个比较顺眼的，就这个好了。蓝色太阳，红色的树这样子，红色枯树，蓝色太阳。OK， 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哦。那这个游戏的画面应该是不会太黑到哪里去吧？哦，那么聆听模式，立体声氧气耳机，我耳机的好了。HUD 预设标准是沉浸式。大部分提示和界面元素被禁用，如果选择此模式，游玩更需要注意。不要，我菜比吧，行不行？好，就这样子。好，然后我们选这个。哇！欸，这个鼠瘟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啊？一大堆老鼠全部这样子串在一起，欸，他们都已经变僵尸老鼠了，是不是？好，这是什么？哦，这画面还蛮美的嘛，法兰西王国。哦，罗伯特，你怎么能随心打？你对我就这点期待吗？阿米西亚，我会击败他们。多年以来，这里散步为什么？我是这个女的。那我苹果树爸爸。接受骑士的考验。苦练这样子。哇，欸，这个画面真的还蛮美的，我觉得。哇，好漂亮哦，而且 女主角也蛮正的，我觉得。而且，可是我觉得她刚开始对话速度太快了，有点就是硬要马上要你融入他们俩之间的争吵。哦，辩论这样子，有点不知所措。我风景看了看，哇，好美哦！然后突然就两个人吵起来，这样，哎，很棒。哎，好哦，罗伯特是我老爸嘛，然后跟狗狗玩。Lucky 啦 ，Lucky 乖，这应该是米格鲁吧？也不对，米格鲁脚没有这么小。这什么大麦丁？也不像。米克斯，好吧，实在猜不出什么品种，不好意思。哦，这我老爸，那我来猜一下，我老爸可能会往生。李阳，原来我们那一只狗狗叫李阳。啊，两个共同之处。Come on, boy！ 查看，狗冲过去了。哎，他这个光影做的真的超屌的，欸，落叶落下来，你在走路会有这个光影追踪，欸，这个应该是有支援光影追踪哦，因为我显示卡是有，可是我如果是这样录影录下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它光影追踪的威力，欸，应该是有光影追踪吧，我感觉得到，欸，Look, your mother's ribbon is still here. 哦，你母亲的缎带还在这里。Yes, father, I know. 他要是能和我们一起来就好了。是这样，老妈挂了吗？老妈的缎带，我走路这么慢，我们都有自己的义务哦。意思是说，老妈去别的地方出差了。卢恩骑士，
Right. As I was saying, 我们都有义务，不要管理田地，你的母亲要照顾你弟弟。而我吃饭、睡觉、打东东。我都没怎么见过你。Listen, we are here for you now. 然后我们很少见到老爸哦。Follow me, daughter. Hey, wait. Wait, 哎，父女之情，很嗨这样，为什么都不能看正面？好啦，看到了，可以可以可以。哇，认真做得好漂亮哦！你敢走进考验之门吗？哎，这棵苹果树是你生下的时候种下的，这么屌！神圣的苹果。所以说我爸是卢恩骑士，我爸是一个骑士哎。摧毁六个腐烂苹果，我就封你为骑士。Yeah， 接受挑战。Hey， 德卢恩，卢恩的遗产，那是第一章吧？德卢恩的遗产，为投石所收集石块，捡。我有石头。丢苹果。站在树后面进行射击，势在必得。我可以射鸟吗？嘿嘿嘿，它有自动锁定。One, two, three. 我刚漏丢了一颗。This is how Amicia becomes a true knight. Nine. 哇。And ten. 我没有石头了，抱歉。让我刮目相看。不过你投石所珍藏。It's a present from you. 吵死了。Oh, yes. I quite forgot. Yeah. Goodness, what's up with him? 我们家的利昂带了什么东西啊？他一定是嗅到兔子的气味了。冲过去，暗骑士蹲下，驯服者是冲刺，有。Leo， 等我。然后我们的 Leo 就挂了，空白键跨过障碍物。Leo， 一条猎犬是不该丢下它的主人的。啊，主人太弱的时候，应该也可以放弃了吧？适时的选择自己的主人，做你自己的主人。利昂是这样想的。我们女主实在太弱了。我看到了，她看到了什么 ？Oh gosh！ 哇 ！A wild boar. What a good dog！ 她这只利昂叫声这么大声，这猪都没有警觉哦。Shh! Come and see a wild. 一头野猪。Some game. This will do nicely for a little feast. I could use my sling.That might work, but you need to get closer. 藏在草丛里面，这里吗？滋狼。It's drinking. Time to make my move. 这个叫你潜行之后可以拿来就是玩之后的任务吧。Good. You have to hit the head. 哇，惊动到他了，我该怎么办？朝他的头部射击。可是我在使用的时候会站起来呢。我想吃这顿大餐。哦，还要瞄头，真麻烦。他刚刚是背对着我，所以打不到他的头啊。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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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lish， yeah， 是不是肚子饿的时候都特别准？哇，还是没晕倒，跑走了。哇，今天晚上我们什么像国王怎样？啊，继续追！
get a feast for yourself. 对呀，为了吃的。哎呀，脚陷进去了，泥沼。哇，这个回去应该洗一下脚了吧，不然臭得要死。那美术风格真的好棒哦，我很喜欢这个美术风格。他不叫了，一定是他找到了。我觉得事情没有那么单纯，剧情都是这样演的。被死灵法师插死了，我乱讲的。哎呀，开始不对劲哦，周遭全部都是苍蝇飞来飞去，瘟疫要来了。Yeah. 这是刚刚那只野，刚刚那一头吗？马上变成这个样子，哎，有那么严重？我们家的狗应该也，啊，听到声音了，差不多了。I'm coming. 哇，被咬了！哇，下半身不见。What the? My dog. Who did this? Oh, 可怜的狗狗，被拖下去了。What devilry is this? 这是什么恶魔？哇，我们失去了一条狗。这就是鼠瘟嘛，那些鼠瘟就是整个群居起来，共同对抗大自然。啊，有了智慧的鼠辈，那团结起来了这样子。I shall organize a hunt. 我会组织一次狩猎，去找母亲，告诉她我话跟她说。Yes. 再照顾雨果。雨果不是那个雅痞绅士里面那个吗？雅痞是心魔里面那个人吧？哼哼，雨果应该是我弟。哎呦，鸡耶！在雨果的营房找到阿阿比什么特之类的。Hey, good day, good day, 一 day day 一 day day， 我要去哪里？嗯，应该在这里。母亲在楼上吗？整晚都待在那边，小家伙的病又发作了。哇，病又发作了，我们回来了。哦，上面中间这是我们的家徽，碎哦。这边吧，哎，没有，这感觉像是厨房。有人被咬，还有小孩子也被咬。夜里发生。有人说是吸血鬼，错错错，根本不是所谓的吸血鬼。哦，是一大堆老鼠啊！我告诉你。感觉好像不会在这里。我怎么老是都走错边啊？肉桂。哦，捡这可以能干嘛？算了，带着吧，搞不好是补品之类的。好啦，别吵，我要走，再见。好，那就应该只剩这边了。这里吧，来了，路易斯。Have you been to see Mother? Indeed. Do you want to see? 对，我想见他。父亲的命令。Oh, in that case, I have to finish your room. 我得把你房间打扫完。Come and see if you like. Thank you. 我床上留一件东西，我看一下我床上有什么。桌布，获取更多讯息。手工编制的桌布通常用蕾丝装饰，主要是保护桌子免于热烫等等等。哦，
还有家徽这样子，这一些中世纪的传统哦。Oh, Leon. 啊。What am I going to do here without you? 利用不在了，先哭一波。这应该是老爸的房间。好了，不管了，我们直接去老妈的房间了。终于可以见到我们老妈到底长什么样子了。推。哦，看见了。哦，我老妈跟我长得真像啊。You know you're not supposed to be here. I know, but something attacked Leon in the forest. 袭击了莉亚。My dear, I really wish I had the time to listen to your adventures, but. 哦，听到真的情况不妙了，有没有？ But it's true. Leon was lying there on the ground, and then he was. Shh. You are to stay here with your brother. What?下面怎么了？走后门关好，不管发生什么事，不要打开窗户。Hugo, he is not contagious. 他的病不传染。但你和他不熟，他会好的。Yes, mother. 奇怪，为什么他们都长这么大了，感觉都好像不互相亲近的感觉？跟他爸也很久才见一次面，跟他妈好像也还好，跟他弟好像也更不熟。这什么奇怪的家庭？中世纪的家族都是这个样子吗？这么的严谨啊！啊，说实在，我不是很了解啊。It's locked. 门锁上了，都锁上了。啊，我要怎么办？都锁上啦、啊。哦，这里是不是？看一下。药剂。妈咪，我啦，我是你姐啊。How long has he been here? Four years. 他来这里待多久了？四年、五年。他说并不会传染，然后又故意把我们隔开。嗯，这真的是中世纪才会有的传统文化吗？啊，他躲在这里哦。嗨，你好，我是你姐，快给我去买酒。去卖火柴。Your sister, Amicia. Hello. Hello. We haven't seen each other. 小正太，我们不常见面。Mommy will be back soon. Come on. 哦，小正太呢？这什么情形？ Did he talk? 尼克拉斯。No, Lord Nicholas. 没有。他杀了我们的人。哇！我八卦了。Where is he? 尼古拉斯，他在哪里？ Ask again. Where is your son? 为什么要儿子啊？ In good hands. What? 人命不值钱。人命不值钱呐、啊。Is that mommy? 完了。老妈也不知道去哪里了。我要看怎么办？跟随呼唤。Hugo, come here. What's happening? 我还要叫他过来啊 ！Oh my gosh! I don't have time to play games. 为什么一定要找我啊 ？Where have they hidden him? Let's go now. Where's mommy? 啊，怎么办？我们要去哪里？这里。我们从这里走。呜！蹲下，蹲下，蹲下。Hey you, 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Let's go. Leave him alone. 完了，他是属于宗教审判所的。哇 ，Oh my god！ 快跑，快跑，快跑！完了，他们全部被杀光了。Oh my god！我在这里逛来逛去的 ，Hello， 我要怎么离开这里呀、啊？叔叔，这里要怎么离开？哦，这边哦，好，可以。大婶，对不起了。
当我们家的奴仆居然这么的悲惨，狂被踹这样子。啊！啊！可怜。哦，悲剧发生。我必须找到母亲。我大概知道这在演什么了。我们的儿子好像有病，不是啊，我们的弟弟有病。但是呢，这个弟弟的病是很特别的病，是大家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治的病啊。然后母亲这时候有交代说，这个病不会传染，但是呢，大家并不知情。然后就是这个游戏里面好像还有涉略一些什么邪教、宗教啊，然后瘟疫之类的。那最近可能因为刚刚那个我们的狗被吃掉嘛，那可能就是因为最近阵子一阵子发生很多就是鼠瘟的一些事件，然后呢全部矛头指向我们的弟弟，以为就是我们弟弟就是传染源啊，所以说呢这个邪教徒呢就是认为这个宗教呢说，哇，他是恶魔，我们要把他抓起来，把他献给神明，这个诅咒就会消失啊。那中世纪其实也非常迷信这类的东西吧，我觉得，我随便乱讲的啦。哇，路易斯也死了。No。悲剧了 ，Oh my God！ 直接吐哎。哇，全部都杀光！完了，全部都被当肉盾了。哦，他也要死了。解决他！哎呀！哦，他也去了。走哪里？这里。哦，这边有个门，这边有个门。等一下，老母亲应该也会出现。哇哇哇哇！哇，被发现了。Where do you think you're going？ 哈哈哈哈哈！轻轻敲一下昏厥，可以。My children， 快跑，快跑，快跑！没有时间拥抱了，赶快离开这里才是重点吧。还有时间拥抱？你是以为你都清完所有士兵跟卫兵了吗？快走啊！紧走好不好？我们会没事的。可是爸死了，怎么办？爸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离开了。Hugo。Take your sister's hand. 拉住姐姐的手。And you just have to follow me, all right? 哦，跳过。We have to cross the gardens. 什么叫暗藏衣跳过啊？什么哥？惊慌失措就会引起敌人。They are everywhere. 哦，太大声会吸引啊，所以说只能用 C 悄悄走。老妈也是我们最后的导师，相信我，教完这些教学，他就要死了。剧情杀。Who is it? The gardener knows the family well. Says he watched the kids grow up. 他非常了解这些家人。One loves flowers. I used to take him some flowers. You can do better than that. Take him. Make sure. It worked. 被挟持了。完了。各种审问，他妈对我来说像家人一样。哦，那我就死了。哇！八完死去。快点！跳上去，跳上去！感觉这种中世纪的这个游戏，这个不是说游戏啊，中世纪这种事情好像很常发生呢。灭族啊，什么之类的，怎么爵士一下达命令就是灭掉这样子。
投石。为了更加隐藏，长按 Ctrl 徒手扔投石物。我没有石头啊，哦，这里啊，不好意思啊。Yeah， 声东击西法。感觉这游戏后面应该也都不强调杀人吧，就是一直这样子跑这样子。完了，他病发作了。注意你周围金属物投掷吸引敌人。嗯，这里。那他们就过去了。声东击西大法。好，哎，没看到，这一看就知道邪教徒，有没有？穿着那个浴袍，哎，不是浴袍。穿着那个鞋袍，鞋袍，这什么东西？啊？然后呢 ？Ctrl 瞄准，前去调查。不是砸他身上啊？我还蛮乐意砸他身上的，你知道吗？可以走了吧？嗯，还不够？我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Nothing to report。这里。Again? I've got to know for sure。又来了，搞清楚。Come on。哦，原来是要把他吸引进去哦。要等我第二个丢错，那不就好笑了 ？Stay calm. Hold my hand tight。快走，快走，快走。有。推门啊！完了，锁起来了。墙上那个洞。哎，不要推我。叫雨果开门。这个不是阿特劳斯曾经做过吗？按住 Q， 让他潜行。哦、oh, ，boy， you not really boy。好，开门了，开门了。There are people。那边有人。Come on。好的。Mercy, mercy. Wait。啊。Screaming for mercy won't make you run faster, my lad。死去。我们现在怎么办？就这样把他插死了。哦，从这边走。哎、欸，啊，老妈嘞？老妈去哪里了 ？Follow me。他说 Follow me， 我没看到人啊。Hello。穿越障碍物，哦，这里啦，是不是？哦，我看到了。老妈，你可以慢一点吗 ？Amicia， you have to help him next time. Sorry, I hold my head.我要发病了，他变成恶魔了。这什么病啊？他竟然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有没有？就开始大屠杀。好，可以走了。可以呼唤他过来，一个星级，空白键是往后跳。There you go. Thank you. 继续。老妈又不见了，我看见了。We can go now.哦，所以说把雨果先放在待在原地。我过去捡就对了。等他转过去，去把他捡过来。OK， 没问题。这边也有一个。那我们是要往哪里走啊？
算了，我们捡一捡，先走回去看一下好了。看一下要我丢哪里啊？好，等他往回去，往回走，没有错，就是走这边。哦，完了！啊，我按了空白键呢，我、哦、被插死了。啊！啊，空白键不是跳吗，哥哥？真的是，太远，按空白键直接给你往后跳了。哎，还有这么。哎，回去，回去，妈死了，到底在玩什么东西？真是有够烦的。Hey, 好。OK， 待在原地。我捡了。然后呢？我们再走回去看状况。好。应该是这样做吧，我觉得。就。Aim well. Mother and Hugo need time to get through. 留出时间加入你。Psst, come here. We're coming. 好，那我要丢哪 ？Come on, come quickly. 这里。What was that noise? I need to call them now. 快点。啊，母亲呢？Well done. This way. 哦，走这里啊、哦！我都不知道方向在哪，你知道吗？我还以为是要走那边，搞错了。包圆大门。只剩一个卫兵。等他再次走开，丢石头。What the hell was that? King， 有鬼啦！还有什么 ？What the hell is that？ 吓死你！我告诉你，好了，别看了，没有钱啦，回头是岸，快点。Go away, get out of here。转回去啊！哎、欸，对。Now， 趁现在 ，Yeah。过了。You're alive. This way. This way. Follow me. 我的仆人。可是我怎么觉得我们的仆人有点看起来怪怪的、啊？完了，这假象。那仆人看起来很邪恶。Go and hide quickly now. 感觉那仆人看起来一点不和善，你知道吗？你看，我就知道。不好意思，我误会了。他曾经帮我治疗雨果。要分道扬镳了。完了。Hurry now, follow the river. It will lead you to Laurentius.Now， 我他还有心情在玩，哇，死了，叽叽，完了，开跑，哇，又被追啦！妈妈死了，别吵啊，闭嘴啊，死屁孩，跑就对了。
哇哟哟哟哟哟哟！天哪！哦，快点，快点，快快！乱！完了完了，这边有一个，死了！嘿嘿嘿，这里怎么跑啊？哇塞，太突如其来了吧！再跑一次。难道我要丢石头？哇！我好像插到我们的小孩，插到我们的弟弟，你就死定了，绝对被上级给斩首。哦，走这里，走这里。哇！别吵啊！他们都一直要让小男孩别死。什么声音？哇！这什么东西？地下有东西！哇！那是鼠瘟吗？快吧，快吧，快吧！到处都是敌人。跳！结束了，德卢恩的遗产，陌生人第二章。哇，飘到这边来了，成功逃离。The village must be further on. 那边应该有人能帮我们找到劳伦提斯。啊！洗完澡真舒服。Hugo， 哇，发病了？没有，他难过，妈妈不见了，爸爸呢 ？Mommy won't be happy when she finds out I fell in the water. 天真啊！不会再有妈妈了。Well, let's not mention it when we see her, all right? Come on, first we have to get dry. 把身体弄干。OK， 好吧，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哦。那个人觉得这游戏呢，对我一个感觉哦，我觉得真的蛮赞的。大量的潜行要素，以及就是稍微动点脑袋解谜哦，我就觉得整体玩下来也不错。哦，我觉得这个算是蛮对我来讲啦，算是蛮另类的一个玩法哦。那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哦，个人是觉得还蛮喜欢的。那基本上老头应该会继续连载下去，好不好？那么今天先到这啦。如果喜欢影片呢，记得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喜欢欢迎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瘟疫传说：无罪》再见面了，拜拜。